再买花，完再买些吃的回去。朋友们好，我现在去上 Costco 看看买花去，买土，吓着鸟。楼外的花也挺多，我每年嘛都是在这儿补补灵啥的。那边还有华人华泰超市，那块也有花。我先到这看一下，完我上那个 Costco 买去。Costco 那土吧比较打折打得很。看这花，我先不下去了。那边华人超市也有个大花圃，这都是花圃临时租的这个地方，卖一个季节的花。到了 Costco。那边停车位都满了，我就知道这边的假还有。刚刚九点就来这么多人了，先奔花去，看这花种子、花球。哎，这卖土多少钱一袋？Excuse me, this is how much? I don't know. Oh no. 64一盆这种。花苗啊，往年这种花都是11.9块，13.9块，今年17.9块。柿子秧，西红柿，你看这大绣球是27.99块，28一盆。18.99块，这个一坨是6小盆。这边是搭配的垂挂的，我主要是想买那种草，一盆草不行，这种类太少，不全呢，我想要的那几种都没有。买这种草，这种垂挂的，这土啊真拿不动，我就先买这点儿。这花冰琢磨那样，这边都是面包、饼干了、饼啥、蛋糕，在那吃。这都是甜的货。还是吃惯那个牛角包了。这边这都是甜的，太甜了，你看带红梅酱的。这边都是大肉啊，瞅着挺好吃不下去。这个是鱼，这个还打折。看着好像不太新鲜似的，这个是47.86块，这个小点吧。猴哥就愿意生吃，重量是多少？1.21公斤，20斤。肉馅9.99块，1公斤的。这边是牛肉，牛肉33.99块，这都是。今儿拿不了，少买点，够这两天吃得了的。明后天儿子回来跟我来，连买土。那厨房今天还没收拾完呢。啥玩意儿？这不知道啥玩意儿，买一个尝尝吧。沙拉。吃点这东西吧，降糖啊。大西瓜13.99块一个，橘子5.99块一袋，等番茄6.99一个，来一个吧。这里边是牛奶，1%的，还有鸡蛋清，蛋清来一个，鸡蛋，
包酒，来一个。这边都是火腿、水果和蔬菜，看看樱桃，樱桃16.99这一盒，小玉米，不管怎么吃不会吃，自己有一个，来一个，菜花、生菜、菠菜。6.99一袋，洋葱7.99，这都是冷柜，都是盐、调料，一大盒子一大，来一罐吧，来一罐小的。这个盐都让我扔了。鲜花15把，这边的就是高一些了，这边是30的、23的，30的漂亮，包真不少，30。橄榄油、玉米油，来一个这个吧，牛油果油，油让我扔了早上了。买这东西，他不让我在那边，花没买成。这些东西一共花了385块钱，合人民币就是快2000了。今天又升温了，到家了，哎，卸车。哎，这一堆乱糟糟，看刚才连收拾的没收拾完，我又买回来一堆。我说今天把这炉灶走之前，我又光这个洗涤灵泡上了，一会儿好好蹭一蹭。这两个锅是这样的，扔了不要了。我刚才买个这个锅，正好打折呢。这帮人不知道干啥的，好像拿了什么文件挨家走。